黄之音所打造出来的作品，这一系列的作品呢，总共会有两个不同的系列。第一个所看到的作品名称是《精粹》，由来君君跟黄之音设计师所设计。同时之间，大家也会看到稍待一会儿为大家呈现的《Feeling》，设计师是黄雅婷、张淑明。首先看到的这三件作品呢，精粹，精是京剧的精，粹是国粹的粹，京剧系列呢是时尚。